位网友，欢迎你又收听我哋吓《新人透视之尽数金威情》有阿白姐姐做我哋咁爱情同埋金威嘅爱情顾问啦。阿白姐姐介绍咗一本书啦，头先就话即系 Sperm War 啦，另外一个节目系即系 Fox 嘅节目啦，就系讲即系人哋去即系讲嘢嘅时候个表情就可以知道。成日差唔多成日有个语言专家、心理学专家咧，就系话。你看人家的表情呢，有時他用快動，即是要即是凝固了個鏡頭來分析的，包括呢他將奧巴馬將Hillary Clinton 每一個人講的那些，即是重要的人物講出來來分析，來教你怎樣去分析那個人有沒有講大話，包括個嘴型啊、眼的程度啊，其實很 universal 的，即是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樣的，當你講大話的時候，你是有些漏洞是不自覺地漏了出來。咁啊，金威，你睇下金威佢今次嗰個記者招待會就經常就有呢啲即係眨眼啦。我反而唔想去講呢一樣嘢，但係喺法律上，你哋係咪我哋好多時睇電視咧，就或者睇戲都好啦。我而家乜都唔講，我要等我個律師嚟到先講。係啊，咁咧就係點解？因為律師識多啲法律嘅嘢，咁啊保護你唔會講錯嘢啦。但係金威咧，今次咧就有冇一個律師喺側邊咧，就猛講猛講呢啲。好 big plan 啊！因為到第時咧，而家佢哋有咩研究會咧？呢啲就係你嘅呈堂證供，係咪啊？佢咁樣講法咧，嗱，其實我好早咧，我喺一張報紙度咧就講咗，如果我係金乃威咧，一定請謝偉俊律師。唔係，冇錯，謝偉俊都要請我出場，金乃威應該請佢老婆出場，就佢一句説話都唔講，就俾個老婆講。咁我老婆點講咧？如果係佢老婆咧，我就話：唉，金威勝啊，都掛住去咩雷曼啦，又開會啦，忙到死，所以佢要同我行周公之禮咧，我都唔睬佢啊。咁變咗咧，引發咗佢嘅。引发了他的中年危机，所以呢就即是见到啲靓女呢就情不自禁，咁要表示好感啊，又要约人哋北上去按摩啊，又话同我唔係好好感情，其实呢係佢一时啊，即係细佬哥脾气一返到嚟全部同我跪地啊认错啊，咁我全部都原谅晒佢。咁但係整整下佢又同我坦白喎，一起相處好難喎，我怕我做不到法乎情子乎禮喎，咁我就話好，你而家即刻炒咗佢，最多賠錢俾佢啫，乜嘢都係我叫金威做嘅，咁啊孭曬，咁啊冇事啦，係喎。好嘢喎！金乃威有料啦，有料啦，但系你讲咗嘛，变咗你都冇律师陪伴你，就落晒啲口供，而啲口供咧就锁死咗自己嘛，系咪啊？所以我哋一定要请白姐姐。不过咧，就算开始嗰阵时候，就算佢老婆唔肯出嚟同佢讲，佢都可以咁话：嗱，我咧男人咧就虽心软，亦都虽硬。不是心硬喎，硬啫。咁你哋自己估啦。咁咧，加上我而家咧就中年危機，咁啊做嘢好忙，咁啊有一個好美豔、好靚嘅助理，所以咧我平然心動，乒乒乓乓。咁所以咧做咗啲唔應該做嘅嘢，講咗啲唔應該講嘅嘢，我真係越想越錯，回去除了即刻向老婆懺悔之外，我就要想想應該怎樣處理才好。我就覺得我要禁制自己的即是男人的本性，怎麼知禁制了兩三個月，兩個月到都不是很行，足之做一件很忍心的事，就是說對他很不公平的，就是說我為了法乎情子乎禮，我焗住要炒你，最多我賠償俾你啫，雖然你做嘢做得好叻啊，唔啱，但我唔想我自己面對呢啲危機，面對呢啲人，我反而係咁樣。咁所以我就請咗佢走，就賠咗錢俾佢。咁呢啲咧，其實係我好唔願意做，我好對佢唔住。不過為咗即係我始終係人，咁啊，即係我知道自己嘅弱點，所以我唯有對唔住佢咁樣。咁哇，好嘢！姐姐真系，所以真系，所以我覺得金乃威真系有問題，點解唔請阿白姐姐？請教啊，白姐姐。係啦，咁樣咧，你唔係你個 fans 啊，就算個女仔出嚟指證，喂，佢有叫我乜，又叫我乜，又咩？
都冇事，我認咗嘛，同埋我炒友我都係即係做咗好殘忍嘅嘢，係為咗發乎情止乎禮，所以咧就要焗住送佢走，殘忍啲都要，無情都要咁，係嘛？咁你自己認咗衰，即係唔可以將自己遮到喺即係嗰個道德高地咁勁噶嘛？嗱，而家咧就好搞笑嘅，而家想問你，立法會而家要調查金乃威啦，咁要開個調查小組，其中一樣嘢就其實要 proof 一樣就係證明佢係性騷擾嗰個人。或者是證明恩愛不遂，恩愛不遂差魷魚。好啦，無論咩環節都好，第一樣嘢要 proof 緊咧，佢有冇愛過嗰個女仔？好啦，我當然唔問你有冇愛過那個女仔啦，金乃威。我問你，其實有冇辦法 detect 到嗰個人究竟有冇愛過嗰個人咧？其實我覺得他哋今次查嗰個咧，就係、是、愛是無罪的喎。佢哋係唔介意佢有愛過佢喎、啊，只係有介意佢有冇講大話，同埋、啊、以權謀私啫喎。係、嗯、啊，係咪嗰啲係 factual， 即係事實嘅嘢喎？所以冇愛過佢嗰個係唔重要，愛到癲都唔重要啊！你可以愛噶嘛，愛係無罪噶嘛。但你愛得你唔可以行動噶嘛，同埋你行動咗，你肯認衰，人哋原諒你都得啊嘛，係咪啊？保 baby 又好，咩？咩好多人都好多俾人原谅啊，系咪啊？仲严重好多啦，系咪？但系个问题唔系爱唔爱啊，而系喂你究竟啊有冇讲大话啊？系咪啊？同埋有冇即系以权谋私啊？同埋有冇动用公款嚟赔偿啊？即系呢一样嘢实唔会衰噶啦，因为未报噶嘛，系咪啊？咁所以咧。但我又覺得好無聊咯，嘥呢啲即係喂大佬，佢哋開會好多錢嘅，又要翻譯，又要呢樣嗰樣，同埋咧咁啊，即係好多即係會入邊有好多人就即係想揾阿謝偉俊去啊嘛，咁我話咁你去唔去阿坡？阿坡話因為我認識得佢，唔方便，因為我對佢有好感咁。哇！謝偉俊議員就對金乃威議員咧有好感，唔係係代表對個女仔，因為佢話個女仔嚟我哋度見過工，哎呀，咁我哋識佢啊嘛，所以阿坡咧佢話我一定唔去，因為咧我認識佢，見過佢，我又對佢有好感，所以我驚我唔公正，所以我一定唔會去。原來咁，喂，好啦，咁我問翻啲問題就是、其實。因為點知道嗰個男人中唔中意嗰個女人咧？那個男人可能好迷糊嘅喎，即係我對住佢好似有一種感覺，又傾無愛無，搞唔清楚。其實點樣係睇到個雙方？你嗰啲太廣泛性嘅啦，每個人都唔同㗎。係啊，每個人都唔同嘅。你啊，對每個女仔都唔同嘅感覺啦，係咪啊？咁啊係。咁你點可以一概而論啫？你單單唔同嘅情形就唔同嘅人都係唔同㗎嘛？係咪啊？即係冇辦法 check 到嘅。check 到我一睇我就知噶啦，你睇你就知啊？點睇？係啊，即係因為立法會要咁樣做啊嘛，佢係恩愛不遂，起碼要證明到佢真係愛過佢。喂，我頭先已經話過唔使證明佢有冇，佢愛到發癲都冇所謂嘅。咁只要佢老婆接受佢愛佢，都唔緊要就得噶啦嘛。呢啲唔係。即是什麼錯的事，就算他真的跟那個女仔有任何的事，他老婆接受他都可以的，即是好像我剛才舉那個例子，是不是那沒事的，即是屬於他私人的事，是沒事的。那結了婚的男人是不是很容易，即是這麼長的十幾年了，會不會很容易，就你覺得在你心目中很容易有這樣的事？剛才我已經答了你了，是啊，結婚十幾年幾十年都是一樣，想去播種的嘛，是不想播種是有些問題的了。哦，那大家聽到這個問題安樂曬。哦，第三節我們回來再跟大家講性騷擾的問題。好。